前两天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了，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，怎么支持？广大观众现在迫切的想要一个 DeepSeek R1 驱动的国产版 Deep Research， 这个应用能给吗？能，火山引擎把这个应用开源了，直接 Git 克隆就能用。开源地址我放在视频简介里了。我稍微研究了一下，根据 Readme 文档多问几轮 AI， 我就在自己的电脑终端上把这个开源的 Deep Research 跑起来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就在让他研究新三板当中有哪些比较有潜力的 AI 公司。支持大模型的广泛应用，现在的关键就落在了最后一公里的应用上。其实像咱们 C 端用户，我们早就已经广泛用上了像 DeepSeek、像豆包之类的 App， 但是远远不够，还得加多模态，还得加各行各业的业务场景。要想做成能落地的应用，这背后可能需要集成多个不同的模型，要把它们都串起来。比如说你想结合 DeepSeek R1 的思考能力，加豆包的语音能力，再加视觉识别能力，开发出这么一个手机 App， 你只要打开摄像头，点击一下按钮，你就可以语音对话。翻译一下这个菜单，如果我选择第二个，那这个菜单应该怎么吃呢？菜单翻译：山形牛的寿喜烧套餐，蔬菜拼盘，年糕、乌冬面、甜点、寿喜烧。它就能识别内容，自动翻译，分析思考之后呢，还输出文字，还能语音播报。你看这背后就关联了好几个模型，流式语音识别、视觉内容理解、深度思考及回答，还有语音合成。如果要你从零开始把这些模型都给它串起来，然后做成这么个应用，是需要很大的人力和时间成本的。独立开发者独木难支，中小企业也得花很多钱去试错。那这个时候开源应用的价值就凸显了。单个大模型的能力咱们是清楚的，现在多个模型组合能发挥出什么效果我们也看到了，应用开源也省下了大量的开发成本。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，大家的焦点肯定会从模型转向应用。最明显的体感就是 DeepSeek R1 真的够聪明了，豆包语音也够拟人了，纹身图也够逼真了，视频生成也挺能打，你看机器人都会耍功夫了。2025年 AI 应用该爆发了。这个时候火山引擎算是开了个好头，火山前几天上线了大模型应用实验室平台，它直接把一些大模型的应用开源了， GitHub 上面有完整的开源代码库， Demo House 文件夹里面就有包括 Deep Research 在内的7个应用，你可以拿来直接用。那具体的这些应用能实现什么效果，可以直接到应用实验室里面去体验。比如说这里有联网搜索版的 DeepSeek R1， 它的联网搜索信息语言是可以自定选择设置的，这个应用也是零代码，可以一键复制。这里还有我刚刚演示的手机助手的 APP， 多模态关联多个模型，它可以实现 AI 帮写、物体识别、实时翻译等等，安卓手机可以扫码下载立即体验一下。如果你刚好需要这类应用，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用。还有这个互动双语视频生成器，我体验了一下很有意思，对应的就是开源代码库里 Chat to Cartoon 这个应用，效果是这样的，我只要输入一段主题，它会先生成故事梗概并创造出角色，然后呢，它会进一步生成分镜脚本，角色啊、台词啊都清楚的给你了。接着调用纹身图模型生成角色形象，然后进一步生成分镜手帧画面，再调用视频生成模型生成视频，过程中这些提示词都是 AI 自动生成的，然后基于台词进行 AI 配音，最后合成最终视频。你看一段有故事、有角色、有动作、有字幕的卡通视频就生成了，而且这里的台词、角色形象还有视频的提示词都是局部可调的。我觉得这个分镜画面不理想，那我就修改提示词重新生成一张。我觉得这一段视频不太好，那我就修改提示词再生成一条。我觉得这个音色不喜欢，那我可以换个别的声线，最后再合成就行了。你看这个就是把很多个模型给它串起来，然后做成了一个卡通视频生成的应用。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开源应用，视频实时理解可以用在智能巡检的业务场景，语音实时通话可以用在智能客服的场景， DeepSeek 加豆包长记忆方案，那这个用处就更广了，像社交陪伴、 AI 教育等等都可以。我相信这些应该只是前菜，后面肯定会有更多场景的应用开源。简单理解就是把大模型的文本交流、深度推理、开口说话、针眼识别这些能力都帮你开发打包好了，你直接用就行了。这次火山引擎是基于 Apache 2.0 协议开源的应用，就是任何人可商用、可修改、可分发，但这背后的私心肯定有，官网都写了，期待加入生态建设，说白点就是加入我们阵营，然后用我们的云服务嘛。这个倒无所谓，就跟我们手机号一样，你总得选一家服务商嘛。起码火山引擎开了个好头，应用开源嘛，大大降低了开发者的试错成本。你可以快速的搭建自己的 MVP， 然后快速的验证你的 PMF， 咱们先弄出来跑跑看。当然还有更省钱的路子，参加火山方舟的活动，通过 API 的方式接入 DeepSeek R1 做更深度的开发。我已经通过他们的裂变活动获得了4万块钱的代金券了。你基于我视频简介里的邀请码注册，你能获得15元大模型代金券，
能抵扣375万 token， 我能获得30元代金券，能抵扣750万 token。说实话，我已经足够了，我现在能抵扣超过100亿 token， 根本用不完。你的大模型应用跑起来就要消耗 token， 这个都是要花钱买的。你们自己去转发自己的邀请码，免费的嘛，不薅白不薅。好了，从开源模型到开源应用，我非常期待出现一些惊艳的厉害的 AI 应用，到时候记得来找我，我帮你宣传。限点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